夏天呢，是毛孩子们出去溜溜最容易遭虫子的季节，所以我们每个月都要给宝贝们驱虫，对不对，宝贝们？啊，对哈。那你们谁先来？啊，大灰先来呀，大灰是乖孩子。取出滴虫剂，滴在狗狗的肩胛骨两侧，这样呢，狗狗就会舔不到的。两天之内不能洗澡哦，让液体在皮肤上发挥更好的作用。我仨宝贝都是乖孩子啊，今天表现都非常好，妈妈奖励你去幼吃。啊，谢谢妈妈，大辉啊，不客气。亮亮，你不谢谢妈妈呀？啊，你也谢谢妈妈，好孩子。